没咋咋弹不起来。我来到了东北，冷空气将我包围。还好有兄弟们，有你们陪我喝一杯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喝一杯茶。Yeah, that's right. 海鲜老味道。Yeah. 留住好时光。Yeah. 我们在一起撸串，味道不会跑。为什么今晚上还不够嗨？也许是因为白茶没开。王铮亮该你来来来，早上还在很冷的北京，晚上来到更冷的哈尔滨。哎呀，早上我们各自在一起，晚上六个人成为一体。快乐亮哥，你多了，你给太满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要说了啊，来，早上我们几个在一起，我们的六个兄弟合为一体。有一点累，有一点醉，有一点快乐还在身边，有一点累，有一点醉，有哥几个在身边就满足。二哥，谁呀？啊，我喊二哥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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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谢谢大哥，大哥，我给二哥的吧。大哥这个孝顺感觉。哎，我们何德何能，还今天突然有一天冠军给咱照顾，哎，你看轮得到吗？您还需要什么？您就尽管就。那。我觉得申哥就是这次感觉真的是整个人是不是？嗯，老弟呀，申哥松了，申哥松了，状态是很积极的。这顿饭吃的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满意。就说一下咱们这一季接下来咋玩？这一季大家就自助游。嗯。哦。这一季除了财务不自由之外，一切自由。财务不自由，说开始收钱了，多少钱？会让我们油钱都自己付吧。下一顿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先把这一顿就吃了再说。哦，西门得化了，那可真是冻成了冰棍呢。看那个门口那不是还有那狗窝什么的，我们也能将就。在旅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你随时随地可以发起一些游戏挑战，可以就赢得一些东西。哦，我们有这个权利，就是玩游戏挑战。我们挑战成功了，艾伦说可以邀请我们再来自由游。赢了，你们给我啥？啊！对呀，你过来呀！你们上的过来！出来混，迟早要还。十五年了。还是大徒弟。大家还有生活费的，我们反正这一次朋友这么多，生活费还是有的。哎，上一季我们每人是五十，五十一天，一天是吧？那这不得翻八倍吗？都五百八，那都八个了，一个人四百可以啊。然后我们生活费又提升，把提升的方式给大家。哇，转盘，我听到转盘两个字，从蘑菇搬过来的吗？真的是。这个预算不用省了吧？哇，不是吧，上面都长蘑菇了吧？还是要投，你看又拿过来投标。我的天儿，你这个是不是就是每一圈数字代表每一个人的？对呀、啊。反正你看100块钱一天也不多啊，按照刚才八个新朋友来看，看到中间那个黄色120。哦，我还以为能多少，我还以为200吧。怎么
二呢，你能不能大气一点？真的是。等等啊，我们先这样算一下，最高120的话，如果我们六个人的话，720块钱，最多最多720，最多720，但最少是六个人一起180哦。你还可以赊出去。哦，这住宿也在里面吗？那个吃饭、住宿什么都在里面，我们自助游啊，自己帮助自己。一个人有几标？一标啊？不公平，一般都是三标。三标取最高标数。嗯，可不可以？有道理。像我这种三标，上次都脱靶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三标嘛？一个人三标嘛？一标啊？一标啊？你这人怎么这么？怎么跟上一集有点像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时候生哥再喝点。哎，生哥再喝，咱们一起敬生哥一杯。生哥，我们敬你一杯。不是一般人，国际比赛都三标了，就是，你就一标，三标，好不好？可以练习，可以给你们练习的机会。兄弟们，我已经争取了啊、哦，不肯，还是一标。发飙吧，来吧，我先来，先练一下，我练两标，我感觉他会甩到张浩脸上。你先过来站一下，我这高度。等一下，这个太低了。你在哪个地方？多远？就这里是不是？白线看到了吗？啊？国际都，我国际有这么远吗？我连数字都看不清楚。这里吧，真的真的，不要超过这条线，行不行？这个人好倔哦，真的是。这里是不是？对。烦死了，真的是。哎，80。80哎，80，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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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